木瓜丝是不是？这是月亮虾饼吧？这个就是那个、啊、甜不辣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地趣》。便当里红红甜甜的，卤肉饭上面那块黄黄的，这些食物你叫得出名字吗？我们今天准备一些考题要来考考路人们，走吧。你们知道芒果是有籽的吗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认识吗？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都吃切好的。等一下，都紫吗？你是没看过芒果里面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芒果中间那颗大颗，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哪有不知道？芒果籽吧。黄籽，知道、哦？我都知道。嗯，那你们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吗？屁啦！真的？是假？太荒谬吗？因为他就只吃到妈宝。走啊！吃过吧？有吃过小吃店，你说就凉凉的，反正就是放都放在那个冷藏的那个，是小菜，小菜，是常吃哎、欸。小菜，木瓜丝是不是？凉拌木瓜 ，MC 了。不是那个不是，那个我是木瓜，青瓜，也不是青瓜丝，凉拌什么东西的？干丝，豆干丝吗？答对了，你答对了。板豆腐是说豆腐、啊、白豆腐、啊、这个我知道了，导标速度啊、面是哪个面？速度吗？速豆腐，速鸡，速鸡油豆腐是麻辣烫会有的那个鲨鱼叶，这哪是鲨鱼？鲨鱼叶是给那个瓦萨米，你还要看飞来这是吃货。干的一种，干莲，这是月亮虾饼吧？不是，豆类的东西，豆花，哎，我记得那个花字的，对，有啊、哦，花干，对，我记得有个干字的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你不能形容，你不能作答，豆豉吗？配粥的，右边那个红红的，甜甜的，是那个会抹吗？这是半稀饭，知道吗？我知道豆枣，你们怎么会知道？我超爱吃这个的，那是姜丝吗？甜姜丝，不知道，它叫豆汁，豆鸡，豆汁。那是吃素人吃的东西，面筋，牛角，面牛角，它真的长得像牛角。导标嘛，其实我不知道导标是什么，豆标，这面筋啊，这个土豆。面，杨丞琳有一首歌叫什么说？什么说？年轮啊，对，面轮啊，还要在那边各种引导。我刚刚讲面黏，面肠。嗯，答对了，这是面肠。它看起来很不好吃哎，它很好吃。皮蛋豆腐吗？这个是那个咸蛋豆皮，不是那个什么？它里面有咸蛋，有皮蛋。好，答对了。对，三色蛋，这我知道、啊。你确定吗？鸡卵仔，鸡胗，龙虾的虾子是吗？烫龟那种吗？它叫素腰花，有没有像切开的芒果？有。那你有看过芒果长这样吗？有。所以，那你还是没有看到籽？没有。这是一个海带。转转的那个转转叫什么啊？电话线。海蜇皮？哪是？不是海蜇皮吗？它叫海蓉。哇！在便当里面那个像电话线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 jellyfish？ 就是海蜇皮。海蜇皮的英文哦。水母。水母。海蜇皮？不对，仔细看一下它的构造，很像一种。小粉。不是啦。蚂蚁上树。珊瑚什么吗？珊瑚。这个好像珊瑚藻，差一点点哦，珊瑚草，答对了，很厉害哎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海蜇皮，海蜇皮，那你知道海蜇皮是什么动物吗？在海里的一种动物，哦是鱼，在海里的一种动物，海里哦，鸡哦，不是，鸡，在海里啦，海里是那个海底鸡哦。海里有鸡吗？没有。鱼吗？对啊，不是鱼。鱼吗？它是水母的皮。
我不知道是水母。你有吃过吗？好啊，这好吃啊，这好吃，我吃还不知道是什么。五花肉、鸭肉吗？鹅肉。这是那个放山鸡。鲨鱼片。哦。这个就是那个、啊、甜不辣。叶秋，黑了黑了，我觉得那个意思。柳叶鱼，你要说什么秋？柳叶，里面有蛋的。有有有。海螺，什么？夜市超多的。对。那个什么呀？小雷，小猪雷。小猪雷。对。是什么啊？花枝丸哦。龙眼。啊，鹰眼，那个。龙珠眼那个。对，那龙珠是什么？哦、那个鱿鱼的眼睛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，是吸盘的那个眼睛啊，嘴巴。龙的眼睛。不是那个啊。章鱼。脚。那个啾。凤梨虾球。没有啦，这叫龙珠啦。啊，你在做效果？章鱼的嘴巴。你怎么变这么厉害？你们刚前面在做效果。不是，它是有腌制过的。咸金酱油拿、啊，这咸的啊。哦，这小吃这。他真的想饿了。再来就是我的领域了，差不多了。可以来。鸡胗啊，这个嘞。肝吧，那是肝的。是肝就是鸡胗啊。肝就是肝的。肝就是肝。那肝是哪一个？肝是。因为以为肝是肝。对，因为大家。鸡肝，对，大家都鸡肝。哇，鸡胗。对，这鸡胗。鸡肝。你们很厉害哎！牛肚、猪肚、鸡肚、鸭肚，这不是四神汤？这个是牛肚。牛肚。那这个呢？咦，海蜇皮啦！海蜇皮。没有海蜇皮。牛肚。牛肚，这牛肚，那这个呢？但它有另外一个名。另外一个味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它叫什么？你都有一些很冷门的那种，你都往外延伸那些很奇怪的。它是猪的另外一个，牛的另外一个胃啊。对，它叫毛肚。哦。牛肉啊，就是菊花肉啊。菊花肉是在菊花附近的肉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小姐。他说是哎、欸。是吗？没有了，它就是牛肉、啊。它是猪肉啦。对了，猪啦，猪啦，那不是菊花，在嘴边不是菊花，这也是牛肉啊，这个米大的，猪肉，对不起，这猪肉嘛，这小，它还会煮成汤，哎，隔间肉，对吧？好像是哎，我有忘记，隔间肉，台中叫隔间肉，干点啦，干点，瓜点，隔间肉，你不要纠结在名词，干点，哪一个是干点？右边，那左边呢？脆皮嘛，啊，答对了。有一些白白灿烂的、鹅的东西，大肠、小肠，粉粉的东西，粉肠，都讲出来，不知道，什么名字？它叫生肠，有吃过吗？有吃过那种生肠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不知道它的名字吗？因为它生肠不露。好，那你知道生肠是猪的哪里吗？这可以摸吗？那根吗？那根这样以猪的体型来说有点可怜哦。左边是粉肠，右边是粉肠。对，那你这也叫生肠？生肠，那你知道它是猪的哪里吗？猪软管。你就是专门在吃到这些东西。好，那知道粉肠是猪的哪里？小肠。小肠啊。十二指肠。啊。若干。不是，这是把那个什么吃补都会吃到的东西。对，补血的。地瓜。对。是干。对，然后就是巧克力饼干。巧克力饼干。没有啦。啊。其实它也不是新。为什么不是？是肺吗？是啊，这是猪肺，对，它是猪肺。这个呢？猪肺。答对了。OK 了，小 case。对，它像一种鱿鱼。哎，好像蛮像鱿鱼。好，它是。好可怕。那个。那你们知道豆腐拍照会变什么吗？拍照会变白叶豆腐。哎，它好荒唐，它好荒唐。你那豆腐出家呢？答案，我好像听过，但我有点忘记。阿弥陀佛。